97年在 Vegas 结婚，圈中的姑姑与杨过，恩爱恩爱，真的好恩爱的。不过他们二十几年没有同谢伟俊亮红灯，扮姐姐数凑苦心男。线索就是八姐姐寻日在 Facebook 度，残酷无情的你只是顾自己的快乐和享受，而我忙我咁为你出钱出力，全心全力扶持你创业。而家我连写字楼都入唔到，零用钱又冇，你当我垃圾，我痛恨自己，相信一个狼心狗肺。哇，遇到一个极点啊，难怪网民担心啦。系，我系帮我区里边嘅一个女士写嘅，写咗我谂住 send 俾佢，但我可能太早啦，你知啦，我未瞓醒，咁唔知 send 错咗咯。不过几个钟头之后，个 po 就被 delete 咗。咁巧，佢上个月搭巴士有意外就 po 话人伤不及心伤啊，伤人哋唔认为，你哋分辨都难啦。呢个你问佢，我只不过当佢同屋住啫，咁有乜办法啫？佢同我冇婚姻之亲，咁我只能够当佢同屋住啫嘛。你话我哋廿几年都系作为一个朋友嘅关系，唔通系因为小三？我唔知喎，呢一样嘢你问佢咯。通常男人都系中意播种噶，我唔理佢呢啲嘢噶，我从来都唔理佢呢啲嘢，因为我冇办法理。我成个月都唔见，都冇见到佢几个钟头，咁我点知佢做乜啫？仲话佢哋法律上仍然都系夫妻。